一听这个叫做碰头好啊，我就明白了，今天坐在场中的行家很多啊，一看到名角登场马上就会有一个碰头好，这个让这个名角呢心里面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我是一个戏剧工作者，戏剧呢就是在展现人类杰出的语言才能啊，戏剧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我呢在还是一个戏剧系学生的时候呢，创办了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相声瓦舍。相声瓦舍30年来就是研究语言、创造语言、展演语言的一个职业剧团。我们一本初衷，做着一件我们自己就很喜欢，顺便能够创造许多人快乐的这份工作。而我呢，是在少年时代从传统戏曲的这个样式里面找到我自己的快乐。传统戏曲，我本是卧龙岗散旦的人，我本是卧龙岗，谁本是卧龙岗呢？我想这个读过这本书、看过这本书相关的小说、漫画、电视剧啊，我想你就会明白这个我指的是谁。当然我也担心你可能并不一定知道他是谁，我还故意的把他画在旁边，因为到 TED 来演讲，所有的资料都必须要是亲手的，所以我画的东西也是我要亲手画的，炫耀一下自己的才能，是吧？平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传统戏曲的这个语言呢，不但不是日常生活的写实语言，它是一种诗化的语言之外，它还有强烈的音乐性，必须要配上音乐，配上大量的特化的唱腔。先帝呀也下南阳，御驾三秦，算就了汉家业，定足我三分。谢谢各位行家，你这个鼓掌的时机非常的恰当啊！传统戏曲呢，还有这个戏剧表演者呢，就是在卖弄语言，将语言的技能，将语言的这个展现呢，这个如簧之舌的哗哗呈现，好取悦观众，好让观众听得很过瘾。然而舞台上传统的表演艺术是诗化语言，转入到现代以后呢，大量的使用了写实语言。写实语言跟诗化语言的不一样处到底在哪儿呢？好比刚才我们那段素材，用写实语言的方式啊来呈现，大约是可以这样，用最简单的哦，你不要看好像很多字啊，最简单的话语来呈现。在公元220年的时候，汉献帝刘协将他的帝位传给了曹丕，讲得非常的好听，叫禅让，其实就是篡位。曹丕以他这个魏王的身份篡了汉朝的天下，成为魏文帝，并且追封他那个非常有名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这件事情呢，就给了刘备啊非常大的理由了。刘备姓刘啊，他是刘协的皇叔啊，啊，你们篡我刘家的天下，于是呢，他就有十足的理由在四川、在蜀中即帝位。刘备在次年221年即帝位，是为后来的蜀汉昭烈帝。这个时候呢，江东的孙权也就不用客气了，我是晚辈，我是年轻人，你们都这样干了，我也就不用客气了。到了229年，孙权也就即位，成为后来的吴大帝孙权，魏蜀吴三国时代就形成了。直到后来这个三马同槽，是吧，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打天下，以魏国大都督的身份呢，这个灭了蜀国。然后呢，他这个孙子司马炎即帝位，又
一样化葫芦篡了魏这个朝代，投降了吴这个国家，成为了晋这个朝代。西晋永嘉之祸使得他一分为二，变成东晋西晋，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就变成一个历史课，三国史也可以讲一学期的，是吧？这是写实的语言。如果我们今天在舞台上演一个写实的话剧，语言的表现大致是如此。然而古代就有非常聪明的小学老师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本语言书，这本语言书呢，起同盟，又教导他们说话，又教导他们观念，更教导他们历史。铿锵十二个字就把刚才啰里啰嗦的那一大篇讲得清清楚楚。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这是非常有名的三字经。大家不要忘了，三字经虽然称为经，事实上是一个语言书，启同盟的语言书，自宋朝以来就一直影响着中华文化。这样的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构的语言。虽然解构这个观念是二十世纪非常通行的，在各式各样的译文的作品也好，或者是它美学的观念里面也好，影响我们非常深远。然而我们要知道，如果从三字经的这个创作来看的话，其实宋朝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观念。在戏剧的语言的解构怎么个做法呢？一种就是像三字经这样用极简化的方式来制造，另一种呢就是用极为繁复化的方式来制造。不管是极简还是繁复，它都是在传达着语言本来同样的意思，但是不是那个语言的常态性结构。换句话说，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说相声就是把那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小事情，噼里啪啦把它说成一大段，就是极为繁复化。我们就是解构语言的专家。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报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在说明舞台语言，表演用的舞台语言，它是有三种类型：写实的舞台语言、诗化的舞台语言、解构的舞台语言。相声瓦舍三十年来就是在做这样的研究跟展现。这两位呢，是我的两位宝贝搭档，宋少卿跟黄世伟。这两位呢，宝贝演员啊，不像在场有很多的运动家，他们这么样有运动精神，来到现场呢，情意相挺。我跟这两个宝贝说，哎，我要演讲，哎，我们有一段示范，你们两位当场来做一个示范好吗？两个人推脱拉推脱拉，逼得我只好画影图形，把他们两个人的影片截取一段，也逼得他们在这里为我们示范一段什么叫解构的语言。这次我写了一段数来宝哈，且南滚来个大西瓜，且北爬出个小王八，大西瓜滚向小王八，小王八爬向大西瓜，大西瓜想滚向小王八，小王八想啃个大西瓜，大西瓜滚呀滚，小王八爬呀爬，不知是大西瓜滚死小王八，还是小王八啃掉大西瓜，西瓜滚王八，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算。请问是不是废话连篇？根本就只有那几个词，西瓜王八，到底是王八啃西瓜还是西瓜滚王八，但是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嗨，非常取悦观众，非常让大家在剧场里面看表演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快乐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呢，不论是任何的言论或者任何的主张，讲到这儿都必须要端出一些有分量的人来给我撑撑腰。今天呢，我请到现场来给我撑腰的这位呢，是一个大咖。他呢，是人类第一个发表戏剧论文的人，也是人类第一个发表这个修辞论文的人，是哲学先知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西元前343年-340年之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马其顿的王储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当时呢还是一个青少年，这个亚里士多德专门在教导亚历山大怎么样的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以至于他看起来能够像一个未来的君王。亚历山大大帝后来是非常重要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创建者，他为亚历山大写了一部《亚历山大修辞学》，在这个修辞学的前面写了一封非常有感情的言之有物的一封信，写给他的学生。我摘要提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眼，他说人类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谁能够获得上苍所赋予的这种极崇高的荣誉，谁就能够胜过他人。所有的动物都表现出欲望、激情，还有各种冲动的情感，是吧？喵，是吧？都可以表现出来，那个简单的声音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除了人类之外，并没有任何另外一种动物可以具备理性。希腊人特别推崇的就是理性。理性是怎么产生的呢？通过了理性，人类才能够比其他的动物过着更加幸福的生活。如果我们无视、鄙视甚至于摒弃幸福的泉源，那真是不可思议。尽管过去您呐、经常屡屡得到告诫，我现在还是要再一次的敦促您，要投以极大的热情去学习使人能够具有智慧、具有理性的语言艺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类的理性来自于好好说话，来自于对于说话的讲究。三个臭皮匠不一定能够胜过诸葛亮，诸葛亮毕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脑袋，他们能够用语言好好的沟通，缜密的沟通，说不定有机会胜过诸葛亮。回到我们相声瓦舍的初衷，30年来我们确实的就是在创造一个自己喜欢而可以令别人快乐的一个道路。30年来我们做的觉得自己心安理得，所以也就希望大家，如果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觉得我们这种作为是对你有参考价值的，也不免自己想一想如何运用我们自己的灿烂的但是说不定很短暂的人生，去做一件自己真正喜欢而又能够令别人快乐的事情。艺术家终究到最后是与孤独为伴的，孤独寂寞是艺术家的好朋友。不管我们要怎么样创造了别人的快乐，创造了自己的喜欢，到最后还是会感觉自己像一棵天皇大树之躯，像是一棵梧桐树一样被困在一个雕梁画栋的天井里面，听到远处的风声，好想探头一望，风声伴随的就是我们的寂寞。这样的心境刚好可以用四郎探母的影子来表述所有表演艺术家这个寂寞又亟待于传达快乐的这个心境。紧紧锁我不同长叹空碎一阵非常谢谢，我立志做一个真会说话的表演艺术家。谢谢各位，谢谢。